们两个小孩玩在一起。你跟谁讲的？在乐什么啦？哎呀！哎，圆圆。好，好的，婆婆，晚安，拜拜。晚安。圆圆。圆圆，这里。其实他会两个脚，不是不会。他偶尔才会用两只脚，大部分都是。他这样磨，知道脚磨会痛，然后不能弄到脚磨。